我相信部分朋友等了炮庄开卖好耐了，在过去第一期和第二期总共有2103伙，绝大部分都卖了，平均尺价是21000元。较早前一站之隔的中州置业推出来的宣传攻势都非常之多的。点知新世界漏了少少风声，关于炮庄第三期中州即时净债。可想而知，这两个站上盖物业绝对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好可惜啊，对于小业主来说完全不会受惠，因为两个盘不会同时开卖嘛。总之哪个盘卖得好，另外一方都会受惠。那请问大家，哪个物业质素高一点，哪个帮哪个呢？记住留言讲低，我们讨论一下。大家对于123期的位置所在有没有印象啊？还记不记得我的问话符号的摆位方法呢？咁你今次想买第三期物业，究竟有冇升值潜力？我必须睇翻其他各两期唔同房数物业供应量先，因为将来对手在第一期同第二期业主，大家可以参考翻以上嘅资料。今次第三期涉及892伙。户型包括有一房至四房，实用面积由285尺至1695尺，即是大家放心，没有开放式的单位。而一房开放式单位占了全盘差不多 11%， 而两房开放式厨房加两房单位而占整个楼盘的 38%， 其余三房以上的大积占整体的 51%。 第一座当地面向河景，在右边就是 1A， 左边就是 1B。今次三四房是比较多，在 1A 座30楼以上就会将细单位合并变成三四房，意味着一房的 D 单位307尺和两房的 C 单位527尺只会出现在29楼或以下。而第八座和第一座是很相似的，详细的分类大家去望望现在画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40楼部分单位就将合并，会发生 8A 座 BCDE 单位，分别是697尺、822尺、847尺和310尺，所以就衍生了61楼以上的 ABD 单位都特别大，分别是1210尺、1269尺和1022尺。我们讲了这么久合并式单位究竟外观上面有什么不同，什么概念呢？我们看回模型，从河边望过去，先看第八座，由三个中低层单位合成变做高层两个单位。由于避火层在40楼，第八座41和42层所有单位尽量避开。还要提提大家，第八座第二个避火层设置于17楼，所以18、19都尽量避免了。在另外一边，从远景望上去第一座，黄色区分由三个单位合成变做两个高层单位，转合点正正在避火层30楼。同一道理，对上31、32尽量避免。最后记住 ,1B 座高度去到52楼就完了。1A 座 CE 单位55、56楼以上都特别开扬。今次发展商设置都是三房和四房的示范单位，而部分朋友打算买一房或两房，请你预期收楼时的空间感应该会打个折。买得第三期当然要和一二期有些不同的，但是这些新设计究竟是有用还是没用呢？今次第三期主要的通都是用绿色，我不是很懂形容，我就形容陶瓷绿色。我就细细声跟大家讲，上次一二期的灰色我都不是很喜欢，今次的绿色仲要用在座次上面，我洗完之后我都看不到自己洗得干不干净。发展商建构了这个空间，专登告诉大家申请一个专利的门，叫做 Magic Slide。不如我来听一位小姐怎样演绎。用 L 型的轨道就能够减少这个开关时的占用的空间，同时都能够减低白门的一个危险情况。你们可以都试一下，它其实都比较易用的。操作都简单，可以啊，它重量，但是它是二趟的。等我上楼登来演绎一下，其实这栋门有什么好处呢？怎样占用少一点空间呢？我专门叫一位网友坐近一点这个露台门，开合几次给大家看看。
大家要留意呢道 L 门开启嗰阵时行嗰个粉红色嘅轨迹，而有别于传统向外开嘅用蓝色展示轨迹嘅推演门，揽物形状里边嘅面积就系正正可以俾业主放多啲嘢喺露台，而唔会影响到佢开合嗰道门。你睇翻网友坐住嘅四脚凳，就要坐得比较近住嗰道门，都依然唔会影响到开山。呢道门嘅硬件设计应该系香港第一次使用，亦都系新世界第一次引入。我哋对比翻今次同之前嘅一二期楼书，一二期沿用翻传统嘅蓝色圈圈里面嘅推演门，而左边粉红色圈就系第三期嘅业主将会独享呢种最新嘅设计。其实上星期下载楼书已经知道新世界一定有新嘢，不过亦都要提提大家，喺当我哋开合呢道门嗰阵时咧，系非常之容易夹亲手嘅。将来业主如果有小朋友屋企，要特别要小心啊！沿途一路行入去睇示范单位之前咧，喺无疑等 lift 个 lobby 位置用咗好多木器，并非一般木纹胶板或者纤维板。原来睇翻楼书系胶板嚟嘅，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一个六角形嘅凹凸图案，摸上去好有质感，我几中意嘅。同大家简单行下一个三房冇改动单位先，系一 B48 楼 A 室，三房加储物室，实用面积765尺。一入门口，右边有眼灯，同埋做晒所有嘅入场柜俾你，有一个小小嘅玄关位，你可以放低下锁匙啊、手机。呢个装饰面板由大门伸延到大厅，亦都构成厨房隐藏门嘅一部分。提提大家，呢胶板有固定嘅数量 pattern， 最担心系短时间细范围之内重复，买家收楼嗰阵时要认真睇清楚。另外构成呢幅特色墙嘅上面咧，就用咗 LED 灯做成渗光效果。虽然发展商在大厅的上面都设置了一条灯轨，但室内的光源我仍然觉得不足够的。始终这条灯轨我觉得有少少格格不入。地下就铺上大方形的浅灰色石纹地砖，现场看到几靓几大方得体。今时今日越来越少人看电视，但是始终智能电视机可以 on YouTube 或者其他相关的 browser。你现在都用紧 YouTube 睇紧我哋呢个小小嘅上楼得频道啦，所以发展商都设计咗啲磁力板喺墙身，备用咗一啲走线考虑。到时你安挂墙电视机又得，唔用都得。最紧要睇上楼得，同埋订阅埋上楼得嘅频道。之前都提过，柏豪庄第三期个通系会用草绿色嘅，厨房、洗手间都贯彻翻呢个绿色，而上橱柜呢个面佢用上玻璃绿色面，咁清理表面就容易。但是小心玻璃门框与玻璃之间的罅呢就很容易藏污纳垢。另外不再多提，大家看了很多片关于上橱柜与下橱柜之间碰墙身用摄石摄来摄去那些，好不好用啱不啱用就见仁见智。另外一绝呢，它将三上电箱隐藏在橱柜里面，还做到凹凹陷，那不好处左边的柜呢可用性就低了。纯粹我个人意见，我认为洗手间白色是最好的，因为污糟看得清楚，所以坐厕我个人就不喜欢了。另外淋浴间这边墙身铺砌了 V 型图案，太多碰口容易滋生细菌，但好彩它用定身的砖。洗手间这条趟门做得非常之靓，但可惜门框方面我觉得就比较危险一点了。原因这个外趟门做得比较出，条走廊又不是很阔，这个门框凸得太出，成年人可能撞到膊头，小朋友好容易被个门框嘅边界伤添。我觉得可以尽量做薄啲，黐埋喺墙身。另外个角做翻个 R 位，弧多啲，撞到都冇咁容易界伤。当日睇示范单位，我见到有人撞咗埋去，即时摸摸膊头，我估佢应该几痛啊！大家听唔听到啊？哎呀，嗰下咧就系撞亲嗰个人，当时我咁巧就录低咗，意外真系冇人知噶，大家真系要小心。讲讲下我哋行入咗主人房啦，通往工作平台都系用咗 Magic Slide 呢度趟门。针对性要介绍嘅工作平台，佢有几个功能嘅。除咗工作平台之外，亦都系通往修理冷气机一个出入口。你细心啲睇，墙身有一啲罅隙，其实系一个修理冷气机嗰个活门。所以购买呢个职或者相关嘅单位，
你可以慳翻少少錢，唔需要揾吊船而修理冷氣。畫面上面見到呢個就係修理冷氣機嘅活活，分咗兩部分，一個上邊開同埋一個下邊開嘅。在露台設計，除了之前的 Magic Slide 之外，亦鋪設了瓷磚，而下面可以去到水，當落雨的時候，水已經下面的去水位離開。大家看到這裡都知道，我想帶給大家看一手示範單位的另外一個角度。至於已改動或者四房單位，其實都差不多，不如我試試看看外在因素。第三期直接被屯馬線和東鐵線影響，这段东铁线没有隔音屏障，直接影响到第八座，特别是中低层的朋友。而屯马线高架路段就影响到一座比较多，尤其是中低层单位。如果两条线，哪条线最大噪音一定是屯马线。为什么这么说？由于埋站的时候并非一条直线，是一个 S 型的，齿轮与路轨摩擦声音一定会大一点，衍生出来的吱吱声一定会多，在宁静的环境之下特别清楚，买家必须要留意。而比较受噪音影响到，在画面上面你会见到单位的。咪住，我要倒带翻转头提翻大家先。还有三用公众或公用的设备会影响到楼上住客的。第一，电力变压楼房，我们叫做牛房，或多或少在夜阑人静的时间，肯定会有些高频或者低频滋扰大家的。至于有没有电磁波释放出来，应该安全的。第二就是被专上学院放置的冷却塔，当然声音热空气会影响住客。第三就是港铁的通风塔，有空气质素问题，如果想详细知道怎样评估，可以按翻右上角的连结，我有一条片关于黄竹坑上盖物业进环的。有意购买河景的朋友要留意了，在较早之前我的 YouTube 片很多朋友都留言过，说河景其实都有臭味的。详细我不讲太多，你可以按翻右上角的连结看翻另外一条片关于河景的味道。那这些是不是源头的凶手呢？先看第一座噪音缓解措施先。逢亲见到减音平台、减音工作平台、减音窗户、减音门，即是告诉你有一定噪音，尽量避免。第一座 B,AB 单位。而八座 A 向河景的 ABC 单位，低层单位相对严重。而八 B 座 CDE 相对没那么犀利。另外一样最败笔的就是客房门的房门设计摆正在中心。你知道客房都不是大，那怎样摆位好呢？最后要介绍一个特色单位，我认为是柏敖庄这么多期之中拥有最长的保龄球场赛道的走廊。你估是哪个单位？就是 T1A B 单位。这个单位最适合有小朋友的家庭，大人和小朋友可以在家的走廊一起碌保龄球，你说是不是很好呢？不开房门已经有5米6的长度，如果打开埋到门直接入到主人房有成9米35添，犀利啊。还有很多资料未讲晒，还有外望景观分开中低层单位，就交由竹蜻蜓频道同大家探索一下。大家按右上角的连结或者是片尾都可以去到，记住不要错过啊。另外公用设施的设备放在片尾给大家看。暂时讲了这么多先啦，喜欢影片记住订阅和 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啊。今次柏敖庄第三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兴趣可以看我之前整个系列的柏敖庄影片，不知不觉差不多拍了10条片，还可以加入付款的会员频道，里面有些片是没有公开的，如何加入的连结放在下面的说明文。还有接下来6月4号晚上10:30我们会开 live， 再讲一下怎样去揀单位，逐个单位逐个逐，希望到时见到你啊，拜拜。